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秒懂楞严一千日第433日，主题：持咒功德，明拔苦济难用。经文段落：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所谓地狱、恶鬼、畜生、盲聋、喑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自胜、大小诸恨同时解脱。贼难、兵难、亡难、遇难、烽火水难、饥渴贫穷、意念消散。经文消文：地狱、恶鬼、畜生、盲聋、喑哑，加上北周佛前佛后世字变冲长寿天，以此八种不堪受教，难入佛教，故名为难。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自胜苦，加上生老病死四苦和八苦。大小诸恨，根据药师经言，大有九种，小无数量，难可据说。意念消散，若一念此咒心，一切苦难历史消散。以上第三组消文至此。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今天是秒懂楞严一千日第433日。好，我们刚才听到了两位菩萨的分享啊，那这一段呢，在讲这个楞严神咒的妙力。楞严神咒是为什么称为神咒啊？这因为啊，在阿难的经验里面呢，啊，他回想到他刚开始啊，是因为他遇到了摩登前女啊，有这个特殊的咒语，这个咒语叫做仙梵天的啊一个咒语。那他从出家以来呀，他学了很多很多的法门，他也知道很多咒啊啊，但是为什么他遇到这个仙梵天咒这个咒语的时候呢？哎，他却什么法门跟什么咒都提不起来啊，所以他讲到心虽明了，力不自由啊。那这个事情呢，就给他很大的冲击哈。那就在那个危险的当下，他遇到了文殊菩萨来救他。那我们从整个楞严经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可以看到楞严经一开始是摩登伽女他遇到阿难之后啊，让这个阿难啊力不自由。可是同时呢，佛陀在啊王宫应供的时候啊，他已经知道这件事。那佛陀就回到了精舍来啊持这个咒，持了一个咒。这个咒呢，其实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咒，就让文殊菩萨带着这个咒去救阿难哈。那阿难就在这个当下呢，就得到了救赎。好，所以他其实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咒救他哈，直到呢，接下来呀，佛陀他就在开示。从破妄显真啊，乃至于到二决定义啊，二十五圆通啊，到修道场的加行的时候啊，才听到哦，有这个咒哈、啊。那这个咒叫做楞严神咒哈、啊。那他就在这时候呢，听到了哦，他大概联想到啊，佛陀讲这个咒呢，应该就是当初让他得救的那一个咒啊。所以他说，虽蒙如来佛顶神咒，明获其力，尚未亲闻。也因为这个时候啊，他就回想当初的一个不自由的时候得到的救赎，那应该就是这个咒啊。所以刚才呢，请问的是为什么是用这个咒啊？那是不是会因此就变成啊被认为唯一神咒啊？其实。是因为阿难这个情况比较特别，阿难的状况
在以前的弟子当中呢，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呢，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咒可以用呢？可以啊，有很多的咒语都特别的有效哈。但是因为阿难的情况很特别，那他讲到他自己是求多闻而未证无为，表示呢，这个咒语啊是专门以无为法的修持来破除邪咒，邪咒其实是有为法嘛，那这里呢阿难提到的这个咒的特殊性，那接下来呢佛陀他就在这个当下祈请了之后，就直接宣说，从佛经当中的描述我们就知道这一部咒为什么跟一般的咒不同，成为咒中之王，因为它是光中化佛，佛又显光，那这个光呢是如来的智慧之用，所以由无为的心佛之体而产生的殊胜之用。好，这个地方呢，有人就说，那是不是这个咒呢是最厉害的呢？其实这个咒啊不是唯一厉害，但是就阿难的这种状态啊，以佛陀的最高的智慧叫做无间顶相所持诵的，就是咒中之王啦，那咒中之王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咒的整个那个量很多就是所有的佛都来持，然后又很长，是不是表示它是长度的问题呢？还是因为呢持咒的佛很多，数量很多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意思啦那因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持咒，那一定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比较困难，困难度比较高，所以在认真持诵的过程当中，这一段时间至少你的心是专注的但是呢如果持到非常非常的专注，就会像刚才的菩萨讲五分钟就持完了，所以其实不是长跟短，而是你的心能不能够极度的专注。当我们的心完全没有挂碍，没有烦恼是专注一去的时候呢，这个咒就是跟佛的心是一致的那因此呢在这边呢就讲到楞严神咒是不是只有它呢其实其他咒也非常的殊胜，但是楞严神咒呢是因为阿难在落难的时候可以救到他的咒因此呢在楞严经里面就被推崇为一个非常殊胜的咒语，那阿难也特别的推崇，佛陀也讲他很多功德那这个功德呢有什么？出生十方诸佛，然后让一切佛可以降服诸魔，治诸外道乃至于呢在利他当中呢佛陀可以用这个咒可以帮助一切的佛转大法轮，又帮助一切众生可以成就确定成佛的功德力就会得到加持，得到摩顶受记但是呢有的有很困难有的人很困难，什么困难？佛当然很厉害佛陀持咒没有问题但是呢有很多的众生他是很辛苦的，就是所谓的八难就是现在所讲十方如来一指咒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那包括什么苦？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途恶道是真的是很困难还有人中呢有什么？人中有很多人还是陷入一种八苦当中，盲聋阴哑第一个就是六根不具足，不是瞎子就是聋子，要不然就是呢哑子那或者是呢你的智慧不足那就是有的是有这个智能的一个困难那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你就缺失六根缺失，你是很难学习佛法有时候呢连生活都有困难那再来呢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这个苦是更是人生的八苦当中你如果每天呢是仇恨心，
每天都要想着报仇，你哪有时间去想到哎，我要来解脱呢？那你人生呢就陷入一种爱别离啊，这生离死别，这痛苦的不得了啊！你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够彻悟到一切都是虚妄的呢？有时候我们陷入这种痛苦当中，真的不知道要从何解起。这时候楞严神咒也许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神奇的力量。那我们一般人呢，其实不太知道这个神力来自于哪里，只知道呢我很苦啊，我需要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力量来把我拉开拉出来。好，那再来就是大小诸恨，就是有时候会有不测风云哈，你遇到了一些横事啊，酒恨啊，或者是灾难呐，或者是呢有一些那个刀兵啊，或者是遇到劫贼哈，那总是呢这个不如意事啊，遇到的时候很危急，你没有办法去拔除的时候啊，依此咒心可以拔除啊，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病急的时候呢的一个救星灵明妙诀当中呢我们在陷入苦难当中的一个解方而且灵明妙诀啊要怎么启发，通常我们陷入这种痛苦当中，你根本就没有那种心思，已经六神无主了，你还要能够知道要念什么咒，很困难啊所以呢佛陀就知道啊众生在这个苦难当中是很难得解脱，但是佛陀很慈悲哈，依此咒心就于十方拔济群苦啊，这是很重要的哈。那再来呢，这一些大小诸恨啊，同时解脱哈，贼难、兵难、亡难、遇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应念消散哈，应什么念？应的这个当下。持咒的那一个力量，好，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力量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力量。好，那回应刚才所讲的第二个问题，因为阿难跟摩登伽女，它是一个宿世难解的问题。好，阿难不知道，摩登伽女也不知道，他们就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当中，自己心里面啊。就陷入了一种难什么难？就是爱恨情仇那有的人说奇怪呢，我这个怎么放不下放不下就是有一点很执念的那种业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无法解脱那不管是不是阿难或者是摩登伽女其实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一切的遇见没有遇见的都不是有缘的会遇见的一定有缘。只是我们看不见前世是什么缘呐、那我们所有的遇见呢，其实都像阿难这样，它都是累生累劫的一种这种业缘。那你说，如果我们非常的相信宿命可能在这个因缘当中呢，你就是照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那有恩报恩，就是一直不断的相续原来的关系那就是再一次的轮回。可是因为阿难他遇到了佛，阿难他得到了这个神咒，阿难跟摩登伽女都来修行了，所以结局就不一样。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种累生累劫的一种惯性当中解脱，或者是在这个当下改变了我们的宿命呢？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听楞严经里面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那现在呢就讲到了一个楞严神咒，那你能不能够应念消散宿世的业缘就到此为止，在哪一个念头当中为止呢？就在持咒的这一个念，那这个念呢就是佛陀的念，也是阿难的念，也是摩登伽女证到阿罗汉的这一个念那有没有很困难？如果你觉得我在这个难当中啊，陷入贼难也好，兵难也好，亡难也好，遇难
好，或者是前面的怨憎会，好，你不要再劝我了，我一定要恨他，我要恨到底，我不要放下那个怨恨。好，我一定呢要陷入这种痛苦，因为我失去了挚爱，所以我不愿意走出来，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就是你的选择。可是当我觉得这些实在是太苦了，轮回实在是太苦了，我要终止轮回，我要发愿轮回，这时候楞严神咒会是你的救赎，也是在大海当中的浮木舟。好，那我们能不能够相信这件事，那就要看你自己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我们自己累生累劫的这些业缘。那它一定是不可解吗？如果不可解的话，楞严经不会出现在我们现在的当世，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不会被我们听见。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阿难，也有可能是摩登前女。好，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你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好，楞严咒这么的难，都还是有人可以背诵一词。那为什么我们面对人生的难题，却这么容易的放弃努力呢？好，所以呢，希望大众啊，不要小看你自己的一个状态。其实佛陀他讲楞严经，他没有管你是什么根性，摩登伽女都没有学佛，他也可以成就。阿难他学了这么多的佛经佛法，他还是听不懂用不上，那到底谁会先得度，其实很难说。那我们会不会是那一个当机众，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当机众。好，那以上呢是回答刚才的提问。另外就是讲到今天楞严咒的功德力实在是很殊胜它会解脱这些难还有大小诸恨，而且是在当下就是意念消散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咒。好，那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师父吉祥，弟子妙敏。弟子在2年前就有持楞严咒，然后有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停了。那后面传院又增加了楞严咒的供修，我又重新来持。那我的有一点新的想跟大家分享。那我2年前持了咒，持完楞严咒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吃素。就不会去想吃那种荤食的，以前我都是吃荤的比较多，那我吃了咒很奇怪，就自然的就可以发愿说吃素，就马上吃素了，也没有什么过渡期，就直接吃素了。然后这次禅院有增加了楞严咒的共修，那我在主持7点觉照华严三贤主的华严共修的时候，在6点半的跟7点之间有一个空档时间，那我会播楞严神咒播一遍，那持完一遍然后再来持三卷的华严经，我就觉得非常容易专注，以前我在诵经都会很散乱，在诵华严经的时候，几乎是半卷前半卷的那个心都是飘的，都不知道诵到哪里去，才到后面那一步半步后半步才会专注。那自从我先持了楞严咒，再来持华严经三卷的华严经，就觉得说非常专注。我想这一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也可以试着看一下。然后我是持楞严咒的时候，我有一点就很奇怪的，有个身体的一个反应。就之前我有持了差不多。一开始持的时候差不多1-2个礼拜持完了哈，就是这边头这边就突然肿了一个很大的包，按下去非常疼，让我是有时候我以为是我完蛋了，我长脑瘤了是吧，反正这边很疼，那整个手臂也是疼的。那后面我没管它，就坚持持咒，持了差不多也是过几周嘛，自然就消掉了。那不知道是不是我问人家，人家说是重报轻受，说你持咒是在帮你消业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请问师父，阿弥陀佛。请问那个妙敏，你前面在
十的时候，你那个头肿一包，你有去看医生吗？没有去看医生，就是突然我迟了两周就突然肿起来，那我也没有磕着也没有碰的，因为都在家里，那时候是疫情的时间嘛，也没有出门，那就很奇怪，就肿了很大的包，摁下去，哇，摁下去很疼，我还想把它拍照起来，但是后边觉得说这个拍起来也不明显，那我就没管它，也没去看医生，就坚持持咒，想说算了，老牛就老牛了吧，反正我要先坚持持咒，因为我听说楞严神咒持这个楞严神咒很多殊胜的利益，而且七世当言外还是什么，反正我是被神仙吸引住了，我就坚持来持了，哦，自然就消掉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奇怪，很奇怪。看这种状态，嗯，所以你这一世应该有当员外哦，因为表示你这个上辈子一定有持过。好，那我们这个第一个哈，就是持咒的这个功课哈，它的殊胜是因为它是在持咒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心哈，因为楞严经整个都是在破妄哈。破除意识心的执念执着，那意识心是我们一般人很自然就会运用的那个分别念，从小到大你如果没有学佛，几乎都是一直在训练让我们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很多的这个那个世间的这些所有的记忆或者是技术或者是各种专业，其实都在训练我们的意识心哈。所以阿难呢，他很聪明，就是因为他意识心很强。可是楞严经啊，他就是在破除这个意识的误区，这对一般的人来讲是很难的啊，就是很难，就是我没有办法用非意识或者是离意识的方式哈，那不起意识心来读。或者是来工作或者是来生活一般人就是只要他在开始动作他就一直是脑筋动个没有停乃至于在睡觉他还在做梦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其实是随时随地他都一直在运作那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停下来除非你修禅定这禅定里面呢也有四禅八定这种外道的修法就是压制它叫无想定就让第六意识不起作用但是事实上它还是不究竟那最厉害的就是你让心起作用但是你不是用意识心起作用这个要怎么做这就是持咒的时候会用到的因为你持咒这个咒啊它是没有道理的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的意识脑很难运作你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不要念错这时候呢会把这个意识的分别会降到最低最低那你用什么心来持呢用菩提心你的生灭心就会减少很多的分别然后呢你的心依然在运作那菩提心呢其实跟意识心很容易混在一起真心妄心分不清那当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让我们的身心可以一如就是不打妄想不分别这时候其实心是一如的一体的那这个心呢是妄心吗还是真心呢其实没有妄心的时候本体即是真心即妄即真所以持咒会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状态因为有的人一边持咒一定会发现我的念头还有在另外双轨在打妄想。那个打妄想的那个是妄想心。那还在持咒的这个呢那又是什么心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有两个心。那等到呢很专注的时候完全没有妄想心那你的心就专一了。那因此呢到后面再持这个华严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效果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咒持咒的时候的这种专注力是可以训练的那一般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不会想要去训练它甚至于会鼓励多打妄想你有没有什么意见那甚至于
没有人叫你出意见，你也意见一大堆、啊、很多人都会用哎自己有很多意见很多想法来显出自己的聪明啊。那事实上呢，有时候我们是馊主意啊，你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是馊主意，只会被否定的时候就愤愤不平啊。但是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是啊这个心要善用要有作用的时候，是要把这个个人的偏见拿掉，你的心的作用才会广才会大啊，因为这时候是没有平没有分别心，是有平等心。平等心的功能啊才是真正的功德啊。那如果是不平等的心啊，有的人出很多意见啊，表示自己很了不起，要引导别人，要比别人厉害。那这种心啊是有我执的。那这种有我执的是有伤害心的。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其实哎，本来是想要让自己快乐，结果反而招来更多的痛苦，那就是因为这个意识心误用了。那我们现在来持咒啊，哎，你的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意识心先把它降服下来，然后接下来呢，又送华严经。华严经呢，根本就是一个心的无限宽广的妙用，所以菩提心如何妙用就在华严世界里面可以展现无疑啊。那这时候呢，你的心啊，从收摄到专一，然后再来持诵华严经，你就直接入海印三昧啊。那这个就是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在三七二十一天的啊这楞严经的修持里面呢，也教我们在第一个啊初七日的时候，就要持诵楞严神咒，然后持诵了之后，你的心很专注很清净之后，第二个期呢就是发菩萨愿。那我们如果每天早上你就像妙敏这样子，诶，我先持咒然后再来诵经，那的确就有这种效果，非常的殊胜。但是呢，如果说有这个什么诶肿起来啦，还是有一些身体的问题啊，其实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比较理想啦齁、啊。因为如果问题恶化了呢那我们总不能一直就是只有持咒齁、啊。但是呢，持咒可以帮助我们让自己的心不要陷入一种担忧齁、啊。那其实这个非常重要齁、啊、就是要双管齐下齁、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医学是很发达的，它可以找到病的一个征兆当中的一些潜藏性的问题，那早发现早治疗是比较理想哈。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身也健康，心也健康啊，那才是比较心无挂碍啊。要不然有的人会说，哎，你这个只有吃咒，你都不用看医生啊，这样听起来好危险哈，有一点像迷信哈。那我们呢，就是也都多方的方法都拿来使用，这样子才不会让有的不明白的人听一听还以为就是只要用这个咒就好了那也希望说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去观察你自己的状态因为这个法门都是可以用，没有禁忌。那你觉得怎样子用起来最能够让自己的心解脱，没有烦恼，那才是最要紧的好，谢谢今天的分享啊！以上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慈悲开示。